불안센서 딱히 있다면 따철센서 딱히 있다면 세우고 따졌다 랑디어디에 딱 나고 한 거예요. 나오냐 맞다 그래가지고 세우고 양다리면서 딱히 있다면 했더니 딱 예방과 마음까지 양다리면서 보험자는 이 참사는 나고 뚝딱 매겼다며 이 시사고 나가다가 이 차도 이간이 라라라는 바가 오 是哪怕到底你现在的人你过来过来的差异不一样好不好现在在这个心事我们就现在的这个心事呢其实它的本质呢就是智慧那么在观修上面比如说我们就这样的安住的我们就像在这个想象观想的 我呢，我自己还有我的朋友，就那你先观察你的朋友，你想的，哎，这个人他是你的朋友，这个朋友呢，他到底是什么？是这个身体是你的朋友呢，还是他的那个心呢？当然，也许可以更深刻的体验到，我是因为他的心的关系。然后反过来呢，你再关照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同样的，我是什么？ 我呢，是什么？就我自己的这个心。那我的心又是什么呢？你就看着自己的心的时候，你就想说，哦，我这个心，它事实上有很多各种的这些个念头的，甚至呢，想到过去，想到未来等等的无数的这些念头。但是当你继续这样的关照自己的心的时候，有时候呢，这个心它就会进入到一种。 没有过去、未来乃至于现在的各种念头，当下是完全无念的那样一个情境当中，在这时候呢，你会体会到，哦，我的心它其实就是这样子，它是如同虚空，就如同虚空一般的那么的这种广大的，那么呢，你会去认识到，你会去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心性它就是如同虚空一样，首先呢。 你先回去知道这样的状态。恁老师接了大家给了，哦，他说是老师他给了嘛，老师就我当了知道，你怎么他接了干什么？给干嘛的？对，多么差了，让你们差，让你们那个差了，对，多么多么的好，兄弟少的，哦，他就是啥东西？ 我啥东西两点两都不懂，从那里，我到底啥东西可以？我越来越不认识啥，可他妈的越来越忙过来，越来越多的场景，这出去玩又嘛，拍下来又嘛，又继续继续的玩，我什么时候不做？这下我就得了。所以呢，当我们这样的自己这样的啊，深入的去观察，想自己的这个。 心念的时候，那么渐渐的，你的各种的执着呢，它就会平息，也就是说，你就开始远离啊、哦、这种执着。那么，当你这样的远离执着的时候呢，那么一切呢都契入一种空的这个状态，让你觉知到这个空的状态，同时你了解到在空的当下呢，那么你的心呢具有那个明了的这个明的这一个成分的，所以呢，就这样子，你开始了解到。 哦，空跟明，它是二者是一起的，所以进一步的，你就不断的在这样的空明的这个情境当中，那么去做观修呢，之后呢，在这个情境当中呢，我们说你没有了各种的这些执着分别的这个意念，那么就像。 普贤王如来就像《金刚》总持，那么《金刚》总持呢，它是从无始来，啊，一直到未来无始呢，这个心性呢，它都是这样的呈现的。所以我们讲呢，它是无生无灭的心性的这样本性，那么你就会慢慢会去体会到这一层。嗯，这个大，诸多同学，你感谢大圣母系统的嘛，也上回来。 人呢，都是吃了吃，打，吃了吃了打了干。那不管你吃哪，这吃的都是些个西瓜地好。
这下我立马把车都拉过来了，那都下手的啊，我给洗吧。那我这下手的，这下手都得洗洗吧，对吧？哦，这洗吧就打过来了，那不中了，那不他妈没搞了，那不洗的洗吧就打过来了，那不就下手，那不洗的没得过来，那不就下手出来了，那不就打过来了，都得收下手，拉过来那痛苦，拉过来，拉过来。 那么，所以，佛陀拉巴那罗哈，佛陀拉巴那罗，那么，现在在座的法友们呢，那么您经过长期的禅修，我们在禅修的那个当下呢，那么我们呢，觉知到自己的禅修当中呢，那么没有这些个妄念升起，那么在你知道没有妄念升起的那个知。 你知道自己没有妄念升起的那个知，或者你知道自己升起妄念的当下的那个知呢？那么你已经认识到的话，请举手。也就是那个知，你知道说，哦，我现在念头升起了，我知道呢这个念头没有升起的那个觉知，那么呢自己已经能够体会到，能够了解到的话，请举手。 哦，那不能说，昨天忙不了，因为那些地，起码地这个，上面地你就弄成这个，这个开始过了，下面这个是了，但是他们说，要不上山多了，说多嘛，哦，等日暮晚，这个不都，俺这个都上面，这起码的，但是呢，难度不小的，这个也感觉到了，这两个人这三个人，这什么人呢？ 내가직접맞이생긴필요상로초와대양자연기생이나생긴필요상이거든내가직접맞이나제하여패드리음저기나내가직접맞이생긴필요상이나무로내가직접나무로필요상이로어떻게소설필요상하거나이내가이가야하거든 就想到说呢，如果呢，我们认识的这个觉知，就是说认识了我们自己这个能够觉知自己念头升起不升起的这一个觉知的话，那么呢，因为具有这个觉知的时候呢，那么你在各种的修行上面，比如说呢，你们说的这些皈依戒，或者是各种的戒律，你就时时会去觉察到，哦，这个是我不应该做的，这个不妥，这个是应该要避免的，这个是恶业，那么这个是。 啊，好的，这个慈悲心，我们刚刚尽力的去利益一切有情众生等等的，这些的心念呢，自然在内心里面就会想去升起，甚至呢，你没有在做任何事情的这个时候，你单单呢，只是躺着想睡觉，但是内心里面呢，都具有那种啊，我应该要尽力的去帮助一切有情众生，这样的一个心念呢，它都会持续的，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啊心念，这样的持续的心念，对我们自身呢，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利益。 这个这个现在咋的？别的，这就不是重点了哟。身体的皮肤上面落的时候呢，咱们人的啥都什么多吧？咱们啥都身体皮肤，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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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皮
那么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们呢，那么他们内心里面所具有的那种可比性的信念。
내 담무 바탕에 그 상태 속다고 그랬지. 상태, 상태, 사마의 미개, 사마의 미개 속다고 그랬지. 강의지나, 그래서 서로 상태요. 나도 서로 상태, 사마의 미개라. 어떻게 사마의 미개, 서로 사마, 서로 상태요. 오, 말이 도와야 되지 말고. 제일 영지, 영지, 뒷가를 나다가 뒷지 말고 최고. 三米就完了，我这三米就拿了便宜了就，我西松三米就吃完他们就饿了意思。哦，三米就吃完了就送了，那个头一斤两斤，他都拿几米吧送了，拿几米吧他就三米就走了，三米多了意思。就这样的，这几三米多的三米吃过几了，我这多的你他妈还是要吃掉了嘛意思，怕。 他们怕把这个追到罗马的，你没上马的，被抓了完了，我没他妈能让你抓了，你没上去就有了，这个，所以大家才会把修了，他们说的，来他们我他们就上去出家了，是。所以呢，对于刚开始修行者而言呢，他们应该要多用心的一种慈悲心的观修生。 因为呢，从这个慈悲心的这个观修呢，内心里面时时呢想要去利益啊其他的有情众生，一开始呢从利益我们自己的这些朋友接触开始呢，最后呢开始去体会到哇，这个慈悲心呢实在是具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对我呢实在是具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所以呢就这样子渐渐的呢我们。 内心里面呢，就会了解到，因为慈悲心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啊，我执呢啊，越来越幸福。所以呢，也认识到，因为慈悲心的缘故，所以呢，这是我能够圆满积聚两种资粮的那个根本的因。因为慈悲心的缘故呢，所以我这个我执呢，能够调伏。所以呢，渐渐的，你这样的慈悲心呢，就会扩及到。 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不单单只是自己的朋友，你会在那认识到，一切的有情众生都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所以你的那个慈悲心呢，它就会遍及到一切有情众生。这时候自己内心的那种执着的那个边块呢，它就会开始消融。做了啥子，结果干脆出错了就过去了，然后这个错就通了。哦。 这个叫他穷穷的，这错了，错了，这还是有的。哦，错了，这我干的大了。哦，难的，我了，做几个计划，我的，一个是怕的，计划的错，就难的，差不多没效率了。这个上班的年纪越来越低了，这个干活的就怕大了，上班的嘛，这计划忙不上来，对，没有什么那个。 错了就好，错了就好，哪里学了大了？那我们说呢？当我们对这些朋友呢，发起慈悲心的时候，自己内心里面呢会感受到无比的喜悦，甚至呢，你只是一点点的帮助对方，内心里面呢都会升起很大的喜悦呢。这是为什么呢？它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我们自己的我执在消融的一个，对不对？ 的缘故，那么，三八的理解，原来这个三八就不差不多的，就不差不多嘛，反正是就不差不多，我嘛，反正是就不差不多，就差不多了。哦，把这个哪里就差不多，就少了，哪里就少了，甚至理解就这就差不多，就少了，就把它给。 也就是呢，那么因为呢，这个升起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自己的这个我执呢，那么开始呢在消融，那我执消融的缘故呢，所以所有一切的这些罪业呢，它也就得到清净。这里在讲的是，我们家在这里上空了，黄帝药吧，上空了吧，上帝的，你哪里说对门呢？
좀 많은데, 동지성도 서로 봐야 돼. 똑바로 들리려면 샘, 뚫으려면 당신이 되니, 샘은 다 똑바로 뛰고, 하고, 들키지 파는 돈, 들키지 않고, 통통, 유모가 통통 뛰라, 하고는, 들키지 쳐다 까지, 내 발가부터, 내 맞잖아. 들키지, 그래서 몸 자리라, 내가 싫어, 쭈가 쭈가 차고, 그러니, 깨서 온통을 사도 귀신 봐요. 산에, 성주 소독 끝나다, 날, 어찌 성주 소독 봐라. 놀나, 강제 꼴랑 쪄서, 저 안에 생긴데 갑자기 나중에, 첫째로 꼴랑 탕수, 이거 나, 생성고, 생활에서, 유무가 나 꼬성고. 나 꼬찌라 가야지, 하고, 하고를 내봐서, 하고서. 이제 장난, 나만, 如果呢我们能够将实时将的修持了之后，那么之后呢自然呢就会如同这个三十七佛是行中当中的第三十六个偈中当中所说的，那么呢在我们自己日常所有一切啊生活的行仪当中呢，我们呢都会时时的啊以这样的一种正念正知，那么去守持我们自己的心。这边学呢以正念正知来守持之前呢，事实上就是你要会时时的 去守护我们自心，不去升起各种的这些烦恼、嫉妒等等的这些恶念。你的内心里面，因为具有那个正念正知的功能，所以呢，时时的就会安处在那个烦恼熄灭的那个情绪当中。我们是光明阿修罗的，那不是特殊的。 那个脏马路，甚至那个甚至脏马路，我们。颜色什么呢？深脏马路，东方出了出了，脏的脏的路了，细细的，细的，菜园嘛，菜园的。东方脏马路是菜园的嘛，两边的。总之呢，所谓的修持呢，就是要平息我们的烦恼，要将来要将我们自己心性上面的这些个。 污垢呢，要把它洗净，就像在洗脸的时候呢，把脸上的这些肮脏呢，把它洗干净，把我们自己心上的这些个垢呢，把它洗净。人早晚都要烫一个的，工作上就身上，动荡上就身体，对，工作上就身上这些脏毛肉呢，哦，大地、云雾、冰，变成现在这个，现在的茶道，都拿出个三步。 这中文是，爬入过去了，爬满了，都不同毛病了，把这个吃掉药买，这类牛毛病了，大那边毛草了，这上半天你解决，你来把东西，别人买去了，不会了，这个破土上头不来了，这家里人头来，我的妈，不会的，这破土上头有买，身上有买，一把的，六把的买，这成的呀。 对面是卡拉斯的卡塞尔，我这没找嘛，如果没那，你把我们的，如果你把这种如果是，让这个上天上的，这个你不会掉的，差完了都不买这个，就叫用买，上面，这是让过去，这是这个上天，两个两个这里，没太多了，几万个两个塔，几万个两个塔，买几个塔，路上就跟我认识。 这碗面，他的等于多让他去把心做上平平过来，就把这种做法子，用我就第一学过来。所以呢，在这个菩提心的修持上呢，我们就会谈，都会谈到，所谓的世俗菩提心以及。 生利菩提心这两个部分，那么在这当中呢，就是首先透过这个世俗菩提心的这个升起，那么内心里面呢，认识到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你都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那么因为知道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就是我们父母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时候当内心里面呢起了一些恶念，对于一个众生呢，那么升起这种嗔怒的心念或者嫉妒的心念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会觉察到，哎呀，这个实在是很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对于自己的父母亲，然后竟然生起这样的一种初步的不好的这些念头。
那么自然呢，就这样子，我们的内心的那些的烦恼恶念呢，它就会开始调伏。那这样子调一个众生发起众生的心，渐渐的了解到，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那么都是母亲的母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种感受就像是好像有点像，就像母亲呢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母亲对待自己的子女呢，她很自然的内心里面呢不会生气。 所以的哦，真正的那种嗔怒或者是嫉妒啊、等等的这些心念，那么呢，他呢就不会对众生啊升起这种嗔怒心啊，内心里面既然的升起这种慈悲，甚至呢啊自然的会将自己所有的那么要给予这个啊有情众生，这个就是具足的所谓的啊布施。那么呢内心里面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嫉妒的心念，不会去嗔恼众生。 这就是具足的慈，这种慈器。那么同时呢，如果呢，就母亲呢能够忍受这个子女呢，无论呢他处在，我觉得他身上呢多么的肮脏，多么的不干净呢，这母亲呢，她都会耐心的要去为这个孩子呢清理大便等等。那么这就是具足的所谓的忍辱。也就是讲呢，当我们内心里面具有这样的这种慈悲心的。 这个心念的时候，有这样慈悲的修持呢，那么这些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呢，它自然的就会啊具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进一步的，当我们对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那么都能够升起，这些都像是我自己的子女一样，那么你就能够真正的对一切有情众生升起的如此对你的这样的一种啊慈爱心。那么这样的修持当中呢。 在菩提心的修持当中，我们说一开始这个菩提心还没有升起的时候，那我们呢要啊就像陆菩萨行论的前身上所讲的，啊让我们的啊菩提心能够发起。到了菩提心啊升起之后，那么就像其他的章节里面所说的，那么进一步的要修持这个不放逸、真言、正知等等，那么让这个菩提心呢能够啊辗转不退时，然后更加的增少。嗯，对。 上海人啊，大上海大话就说我们不讲的，人让的大话的自由啊，你讲啥人呢？上海人，云龙八卦也就是多了一个人，对吧？西藏全部是人啊，这种上路了嘛，怕有嘛，上路嘛，西藏可能没，西藏可能这个放假的，你西藏嘛，咱吃到那边没，这还有什么社会会？ 别的没人能叫把他去拆回来，弄到他成去改呀，那种是没人吃过的，别人没人能叫呢，没吃过的啦。我云母我多少钱？云母个让你去打，东岸是这这个叫做你，那个，云母个让你去打，东岸是没人的，东岸是这这个叫做这这这，我这这里什么人？开在东岸的。 东岸的南京西藏啊，云蒙吧，云蒙我南京云蒙我原本多嘛的，云蒙哈什么，那都给这么就有本了。西藏叫高啊，都给出来没？这让你西藏就进行什么？南山没有，才发到三个强度了。南京西藏的南京云蒙我南京西藏啊，云蒙不南京西藏啊，东岸的这个叫做你，对不对？啊啊，没有，看到吗？ 那么，如果呢，对于啊密乘的这些修行的境地呢，那么有就说有了解，或者是啊就是比较深刻的这个体会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呢，在密乘的这个修持当中，它进一步的是以烦恼为我们修行的这个主办。也就是说呢，当这个烦恼升起的时候，我们呢不是说用什么样的方法，那么去对治这个烦恼，而是。 直接的就看着这个烦恼自己的那个本质，当你看着烦恼本质的时候呢，那么就如同这个水波呢，它自然的就止息了。那么这个呢，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形容像说，你把这个油输油呢投入到火中的话，只会呢刹那之间让这个火呢更加猛烈的这个燃烧起来。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知道这个烦恼的本质的话，那么这个痛苦呢，
他也成为成为这种甘露海的，也就是说，这个烦恼嗔怒的这个本质，如果呢你真正的向着关照，认识到它的本质的话，那么其实呢，就如连这个痛苦轮回，它的本质呢，也是究竟习得的，就如同甘露海的一样。嗯，所以开始也是打，打完了打，打进医院嘛，就急着呢。 这种枪呢，两个人就是对方打的，打对方的，对呢，两个人呢，落的这种嘛，这个是什么？落的这，好像人家看马路落的了，落的这种嘛，运动上面干嘛？哦，落的话，如果说这个方面，雷达的方面接触过，落的感应的接触过，这是身体上的身体接触好多少呢？背部的皮肤接触过了。 身体接触过来，身体的功能问题可以，一接触的，不知道我们那些，即使啊，不知道我们那毛病这个，说说的，你在被皮肉划破，第二个不知道一接触了，哪里有别的一些，你就没有这个行为了，就身体就打对样子样子的嘛，我的这边这身上没啥东西，他们身体接触过来，你就没有这样子打对当抓着，然后一接触的划破了，对。 那个大体化合的，你这就是汉谟的，到深刻到什么大理之后，他不来了嘛？嗯。现在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呢，就是要去认识到，事实上呢，恶觉的这个情境呢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一切呢，它的根源都是我们的心。那么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 这个电，我们讲的各个地方呢都有这个电的有同，那么这个电呢，在各个地方呢，它可能呢有各种不同的作用，但是呢，它的根源都是一个，都是这个电，或者我们讲这个电能，它呢是相同的，啊，世界各地，它虽然产生各种不同的作用，但是呢，那个电能，那个根本的那个电能呢，它是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同样的，比如说我们要认识到呢，那。 所有一切有形众生，这个心的那个基础呢，心的那个本质呢，它是相同的，只有一个。那么呢，从这个心，同一个心的本质上呢，那么啊，产生各种不同的这些现象。这就像啊，普贤愿王如来啊，愿永文里面所说的，他讲呢，一根恶道成恶果，也就是说呢，那个根源的最根本的那个心呢。 就一切众生、一切的情境里面，它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个普贤，如来愿文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能常常去念诵的话，对我们修行者有很大的利益。这是为什么？目前呢，这几年来呢，常常会念诵，跟大家祈愿。嗯，多了这里大家，三足成立用第一章。 当地用米粮的粮食比例在比较高了，农民们的当地都是肉上的、玉米上的，这一他就搞起过两种，他妈的多了。农民要到当地去把哈过了，那些地的玉米、肉些，可以话是错了，两种用的。另外两边肯定用的，来到我们这边还要搞起来用的。 因此呢，这样的时时的去思维啊，菩提心它所能够升起的这些功德利益，那么我执所谓产生的各种的这些个过患，那么了解到呢，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因为我执的缘故，所以呢不断的流转在轮回中，而佛呢，因为这个菩提心的缘故呢，圆满的证悟，所以呢从这当中呢，那么。 了解到，所有一切的痛苦，实际上都是由我执而升起的。那只有发起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菩提心，那么一切的苦才会平息。所以一切的啊喜乐呢，才能够真正的升起。所以我执呢，也才能够究竟的平息。所以这个对于啊初学者呢，就是啊时时的去做这样的思维跟了解，这很重要的。这里老板在。 落去末日了，拿菜油吧，这就叫你节目是吧？
이 사람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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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